霹雳猫，你知道这个卡通？我是长大才知道。好好讲，真的、喔，唱来听听，好不好？霹雳星球爆炸了。霹雳，因为他就用那个越南语的发音，那个是猫猫吗？猫猫，对不对？那跟猫有没有关系呢？没有太大的关系，对，好吧？它这里太舒服了，它的温度哦很适中，对。那后面给他看一下啊。那个是用来做什么？有没有人知道？你说那个水车啊？对，这几个水车还留着。灌溉，灌溉。错了，是发电。水力，它就是靠这个来发电。19世纪嘛，对不对？那大概我们看到这边的一个原住民啊，他们穿的就黑色的居多，所以他们是黑苗族。黑苗族，黑苗族跟红苗族，然后红苗族、黑苗族是最多的。黑苗族，黑苗族，他们的音乐啊，包括他们的服装啊。跟我们这个滇缅一带都非常接近，是是。今天在这里可怕了，这么美好的地方要玩一关，电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。观众朋友看完以后一定会叹为观止。这一关叫做猫猫玩毛线。毛线，要秀毛线。等一下，两队会同时进行分配棒，1到4棒，每个人自己呢拿着一捆毛线缠在自己头上。缠完之后就可以去找第二棒，第二棒缠完，然后再去找第三棒，第三棒缠完找第四棒，全部的人一起去夺旗就获胜了。我只想说一句话 ，I can't believe， 真的，我没有听错吧？很像是我的耳朵，哇，太好了！那我们要不要等游客少一点？又不是你捆啊，我也觉得丢人嘛。这样是12比5，这一关赢下来。拿个4球，12比9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机会还很大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就是要偶包丢掉，没问题。因为您这一关赢的机会太大，为什么？因为蔡明又偶包嘛，对他这样的就会扭捏，一扭捏就输给你们。好，霹雳猫，你知道这个卡通？我是长大才知道。好好讲，真的、喔，唱来听听，好不好？霹雳星球爆炸了。霹雳猫乘太空舱跑出来，跑出来。去哪呀？来看谁自己讲地方。来，1、2、3。那我们两个2选1啊，1个1，1个2，1的1，1的2随便打，1的2，两手不，2我1，我需要你第二棒，好，我需要你第三棒，你第四棒，好，你收尾。